主料百合80克，七芹10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姜、鸡精，水淀粉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七芹撕去一面老筋，洗净切薄片，百合拌开洗净，用开水烫一下，捞出，锅里油热，放下姜丝爆香，把百合与七芹放下煸炒，待七芹转色，放盐煸炒，加些鸡精，用水淀粉勾芡即可。烹饪技巧，七芹与百合都很容易熟，稍炒一会儿就可以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